我是小鱼，你好，他是小白，他是小队长是吗？对，小队长。这是我在318上面发现的两个闲人啊，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也要徒步318，什么也不做，就是走。像我们吧，还玩个呀什么的，他们两个什么都不玩。来来来，讲讲为什么？来，小队长先讲。他俩为了我而来的。想来就来了，没有这么多理由，哪有这么多理由？那总得有点理由才来徒步吧？而且你俩是徒步，都是背包是吧？对啊。俩人都是背包徒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什么事情促使你们要来这儿呢？听说风景不错就来了。我觉得你像是受了什么打击。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看他那个满脸包子的，像个是打击的吗？满脸像包子一样。那你呢？我这不刚退伍回来吗？家里面待着没啥事，就出来转转走走。哦，这样，就很纯粹，很简单。退伍回来，在你当了多少年兵？五年。那为啥要退伍呀？待不住，你还是太年轻了嘛。在哪里当兵啊？新疆呀。哦，新疆好。啊，那你对新疆不是很了解？下次去的话可以叫你做导游啊，带我们一起去玩呢。那你们都从家出来多久了？走了20天左右吧。那你家是安徽的哈？你是从安徽走到这，还是坐飞机到成都，然后从成都走的？我是从雅安开始走的。你也是从雅安出发的，也是从家坐飞机然后到雅安，然后从雅安往这边走的。你走了多少天了？17、18天吧。17、18天，你们一天都走多少公里啊？30、40吧。那你们是搭帐篷还是那个？前是搭帐篷，后面就寄回去了。对，后面寄回去，不搭了，沿途走住店了。走这么多天有什么感受？风景不错。除了风景不错的，对你们心里有没有什么改变？你徒步徒了这么多天嘛，毕竟徒步不是谁都能徒的呀。见的事和人比较遇到的比较多吧。啊。我就想能给点水啊，给加油打气啊。还是好人多是吗？对。你是99年对吧？99年22。你呢？96年25、26。哈哈哈，两个小伙子，这是我在川藏线上面发现最闲的两个人，真的。我觉得他俩可闲了呢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就是纯玩纯走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哈哈，你看他这俩人多腼腆，两个小孩儿。哈哈哈，现在还年轻。对，年轻还需要历练是吧？对。那你们走完这次还想再走吗？还会再来是吗？你呢？有可能走其他地方吧。走其他地方，还是选择徒步的方式？对啊，就这样呗。行，挺好。